莫扎特写这首曲子是为了生活费，他为了生活费接下了这份委托。当时莫扎特也正在热恋中，因此作品 K33、K34 带着份甜蜜愉悦的气息。独奏者是陈朝平，现就读于秀水国中二年级。朝平是东方国小二年级，参加96长笛团，师承林文兴老师。他热爱着长笛，他的假日大多都是在吹长笛。从礼拜五的 Moise 长笛团及维瓦蒂团，礼拜六的私立儿童管弦乐团，礼拜天的彰化青年管弦乐团和下午的 PMT 玩乐乐团。他参加了亚太杯音乐比赛第一名，文化杯音乐比赛第一名，101年学年彰化县音乐比赛第一名，101年全国音乐比赛第一优等。演出曲目为莫扎特 G 大调长笛协奏曲，让我们欢迎陈朝平及指挥廖玉轩老师。